灣區傳媒體，全灣區都睇。歡迎收睇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打造嘅節目《灣區傳媒體》，我係梁可希，我係邵盈文。嗱，今集節目咧，我哋繼續為你送上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向，包括基建、民生等等嘅發展。而嚟緊呢一個嘅節目時段咧，希望可以透過我哋嘅節目，令你對我哋國家嘅民生風貌有更深入嘅認識。好啦，事不宜遲，我哋馬上去南北快閃。近日，华东首个共享式储能站在江苏南通成功并网，连上网放电量达到 1.2 亿度，是江苏省容量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站。共享式储能站就相当于一个巨型共享充电宝，能够有效地提高风电、光伏利用率。相比传统的储电站，它的利用效率更高，能够达到 85% 以上。按照一个家庭每日用电六度计算，这个共享式储能站可以满足接近6万户家庭一日的用电需求。近日，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彩环出现在云南昆明的晋宁填池沿岸湿地。彩环原本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由于我国连续多年都没有观察到，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一度宣布它在中国绝迹，于是在2021年上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次发现的彩环是继2017年1月首次发现10只之后，在填池沿岸时隔6年第四次记录到的彩环身影。历时3年多的建设，位于上海的竹园污水调蓄池工程近日顺利通水，进入调试阶段。这个新建的调蓄池和配套设施，调蓄容积可以达到50万立方米，在全面使用之后，将会同亚洲最大的竹园污水厂处理设施协同工作，大幅削减全年日流污染物总量，减少排水量对长江口的水质影响。现在竹园片区总污水处理规模增加到340万立方米，位居亚洲第一，服务上海9个区690万人口。近日，吉林省长春市柳影路派出所的民警5次接到市民报警电话，表示辖区内出现多只疑似受伤的大雁，经工作人员鉴定，其实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由于长春落雪，天气不好，几只东方白鹳精神不佳，羽毛结冰，没办法长途飞行，于是民警将它们带回派出所取暖。经过救助站专业治疗之后，5只东方白鹳已经痊愈，并且重新踏上迁徙之路。广为人知，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啦！嗱，中意登山运动嘅市民咧，留意啦噃。近日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就表示，直至到2027年，广州将会建成1000公里嘅森林步道。而有业内人士就建议，建设登山步道就需要兼顾安全性以及配套性嘅。我哋而家就去到越秀公园嗰度睇下，嗰度嘅步道建设系点样嘅。越秀公园位于城市中央，设有多条登山步道，是不少市民游客登山的首选。园方还很贴心地在坡度大的地方增设扶手以及防滑设施，一些步道两旁还设置了具有节能照明和手机充电功能的智能灯杆。昨天去了白云山，今天到了越秀，在这植被比较茂盛，像这么多大树很好，这个道路很平坦的。目前广州总共有29条登山健身步道，城市中心的综合公园以及郊区的森林公园都有分布。有专业人士表示，森林公园地理位置相对偏远，面积亦较大，除了要强化安全性，还要强化公共交通衔接，提升服务配套。可以搞一些休息平台啊，同埋啲露营点啊，有个地方俾大家喺度搭帐篷露营，咁啊 OK 啦，咁啊提醒大家要将自己产生嘅垃圾带翻走，唔好用搞城市公园嘅理念去搞登山健身步道，尽量保持个自然。
登山可以令全身的肌肉得到锻炼，对改善心肺功能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但医生亦都是提醒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膝关节疼痛的患者是不适宜登山的。而相关的职能部门亦都应该在具有难度的登山健身步道上面是设置一个安全提醒，供登山者判断并量力而行。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表示，去年广州已经完成了300公里的森林步道建设，预计2027年广州将建成1000公里的森林步道。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近日就组织开展数字政府开放日活动，各界代表走入到智慧服务现场，零距离去了解广州数字政府的建设成果。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在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各界代表先后参观了24小时自助服务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区域。这间智慧政务晓屋科技感十足，市民只需要通过微信小程序数码预约，就可以办理到本地以及全国2万多个服务事项。跟我们的云坐席工作人员进行视频的一对一的一个对话，那根据指引操作。那现在我们广州市一共投放了302台智慧政务小屋的服务终端，我们全国一共有35个城市有开通这种服务的。如果我们有什么资料，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小屋，然后直接投递进去，就避免了我们需要跑多个地方来递交资料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对我们市民来说非常便利。在广州12345政府服务热线话务场地，不少人工智能黑科技大显身手，例如这项智能语音导航技术就可以令市民在拨打12345的时候，由传统的按键式选择服务变成现在的人机智能对话。通过这个语音的识别、语音的理解，还有一些精准的匹配和快速的定位，那么呢，就使得我们的这个接入的时间大大的缩短了50%以上。前我也关注过相关的一些情况，但今天的现场参观和工作人员的讲解呢，让我感觉到广州的这个政府的服务啊，更加的持续创新，更加智能，并且呢，始终恪守便民和惠民这一条准则。跟住落嚟，我哋就去到南沙區嘅龍穴島。最近有觀鳥愛好者喺呢一度發現咗一隻奇怪嘅鷗，已經專家核實確認係維鷗嚟嘅，亦都係廣州首次記錄到見到呢一種嘅物種。究竟維鷗係乜嘢樣嘅咧？我哋而家就帶你去認識一下。嘴部黑色，白臉圓潤，體型比紅嘴鷗大，呢個就係觀鳥愛好者最新發現嘅怪鷗。咁我查資料嘅時候，最後咦？睇嚟睇去都唔，個個都唔似喎，會唔會係圍鷗呢？咁於是咧，佢再去諮詢啲專家啊，同埋確認，即係俾我哋去確認咗之後咧，發現佢真係圍鷗。圍鷗又俾人叫做差啲被遺忘嘅候鳥，係世界瀕危鳥類之一，屬於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亦都係最遲被人類所認知嘅鳥種之一，故此得名圍鷗。佢哋一般生活喺開闊平原同荒漠同半荒漠地帶嘅鹹水或者係淡水湖泊中，靠食水生昆蟲以及水生無脊椎動物為生。其實咧，佢一早一晚會容易啲咯。第一日發現嘅時候咧，啲同學仔發現嘅時候咧，都係3點鐘左右，佢飛落嚟呢度休息，咁可能會晚黑都喺度過夜嘅。咁我哋第二日過嚟，亦都係4點零鐘嘅時候可以拍到佢。赵会长介绍，维鸥嘅繁殖地喺内蒙古，今次佢从内蒙古飞到嚟广州啊，系佢嘅冬季迁徙，而呢一次亦都系维鸥喺广州嘅首次记录。虽然记者喺拍摄期间等唔到维鸥出现，但系赵会长话，只要耐心等待，总会遇见。而且冬季正值候鸟南飞，亦系观赏其他珍稀鸟类嘅好时机。黑嘴鷗都是國家一級啊！因為不一樣啊嘛，你看黑嘴鷗嚟嘅，黑嘴鷗仲難啊！腳咧佢紅嘅，偏紅嘅，我呢個腳是 黑色嘅，如果是亞成嘅話。
去年八月，澳门特别行政区药学技术人员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药品零售单位执业备案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近日合作区首间全澳资的药店亦都正式开业了。这间店两名澳门员工获得了首批澳门药学技术人员的备案证明，可以在合作区的药店工作，提供药学服务。在药店入面，澳门药学技术人员陈子俊正在对药品进行检查整理，他在规定实施后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备案申请，感觉整个流程非常清晰便捷。首位在澳门执业的药师嘛，然后当然很开心，我是中山大学的药学院的毕业生，然后当然一直都很希望在大湾区的城市里面工作，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给我们去提升专业的知识技能跟拓展我们的视野。去年八月一号，澳门特别行政区药学技术人员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药品零售单位执业备案管理规定落地实施。澳门药学技术人员只要登录合作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系统网站，线上进行职前培训、考核、备案申请等步骤，就可以在澳门足不出户完成全部申请流程。规定及其配套备案办法实施之后，澳门药学技术人员在合作区执业更加便利。就是我觉得可以多推动澳门的中医生过来那边参与这边的工作吧。如果我们中医生想走出去的话，我相信横琴是一个很好的地区，还有一个台阶。澳门的药剂师以及中医生的搭配呢，可以把这个更加熟悉澳门的一些用药啊、药品啊、一些相关的规则啊，那再慢慢跟这边的融合。那我们未来呢，也计划说聘请一些内地的一些优秀的一些医生跟澳门的医生，然后大家做一个共。更好地把秦澳两地的一个医疗啊、大健康的一些文化相互融合。今次首批澳门药学技术人员在合作区执业，是合作区积极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关于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推动内地与港澳人员跨境便利执业要求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合作区将会持续推动琴澳两地药品安全治理体系规则衔接，更好地满足合作区澳门居民用药需求，便利澳门居民在合作区生活就业。目前已经有43位的澳门这种专业人士已经申请做这个岗前培训，已经有2位人士是完成整个这个备案程序，这个也代表着我们合作区的一个发展呢，让澳门居民在横琴是一个新的空间，一个新的发展。2023亚洲都市景观奖颁奖礼在韩国釜山举行，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斯里兰卡等5个国家的9个项目获奖，而其中佛山顺德的岭南和园榜上有名，我们现在一起看看。佛山顺德岭南和园总规划面积4.2万平方米，在2018年4月正式开放。岭南和园展示了由明清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岭南园林建筑风格。园林以北山南水阴阳和谐为理念，时空交融，好似一幅表现岭南水乡、山水、道路、人民的画卷。2021年，岭南和园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岭南和园为代表的亚洲都市景观，凭借新城市美学、系统社会科学和协同化设计建造运营的方法，将以更开放协同的公益景观打造更美好的城市景观环境。Evanna， 平时我都见你在社交平台那里影相打卡了，有没有一些推荐可以给我们去找到一些靓人靓景去打下卡呢？Vincent， 你真的问啱我了，等我带大家去中山参观一条网红村。讲起这条村原来有600多年历史的，叫做南朗左部村，在中山的。经过多年的特色精品示范村的建设，已经蜕变成为大湾区的网红村，不少早年外出打工的村民都会回来建设这条村的。我们访问的松哥就是其中一位了，听下他的故事。穿过左部的中兴里牌坊，在一座老屋的门上面挂住了一块乡兴小馆的招牌，这里就是村民阿松在3年前毅然回乡创业的地方，也是他自小成长的地方。
阿松话：以前呢一度全部都系老街旧巷，农村生活令佢觉得单调，于是一读完书就去到城区打工。冇谂过呢几年经过特色精品示范村嘅建设，以前自己觉得冇咩发展前景嘅老街旧巷，竟然可以散发出令人向往嘅乡愁，于是佢就翻咗嚟啦。旧屋呢，按我阿爸讲，应该都有120或者130年咁上下啦。搞多间小餐馆啊，咁啊，装修包括啲布置，咁应该都系几十啦。喺阿松嘅悉心布置之下，经过一番修葺嘅老屋，散发住浓烈嘅古朴神韵。而呢个亦正正系由香港嚟旅行嘅阿静想要寻找嘅乡村味道。好精致啦，咁即系保留翻以前嘅特色之余，仲系迎合到现代嗰啲后生仔女嗰啲口味，即系会中意过嚟打下卡啊，同埋怀旧下，但系怀旧得嚟又唔会话觉得好，即系如果好通俗讲嘅好老土啊。阿静就话佢喺社交平台上面了解到南朗左部呢一条特色精品古村落，所以特登就带埋爸爸妈妈嚟重温一下昔日嘅老街生活。老人家梗係想懷舊嘅，咁啊去下啲鄉村度，哇搞得咁靚，真係精神都唔同人，空氣又靚，陽光燦爛，係嘛？有山有水。我不嬲都係中意鄉下嘅，呢邊啊人又好，啊空氣又好，環境又好，似翻以前啲特色，好舒服嘅入到嚟呢啲地方。阿松話：正係遊客嘅喜愛，令村民都更加珍惜每一處古舊建築。好似佢餐馆旁边嘅地方，虽然只有几十平方米，但系经过悉心打造，都可以变为一个古墙印象园，成为游客嘅热门打卡点。加上翻嚟建设家乡嘅村民越嚟越年轻化，带俾家乡嘅发展业态亦越嚟越丰富，比如玻璃书屋、大树咖啡馆等等，而且大家都乐于同村民一起携手发展。你包括啲就業方面啊，嗱，我而家入邊幾個人員工作人員都係本村啊，哪怕有時候即係節假日多人啦，我再揾啲臨時工翻嚟，都係揾本村嘅，咁啊可以提升咗本村嘅就業率，咁啊變得大家和諧啲咁啊，大家可以分享到經濟嘅成果，咁啊幾好啊，係咪先？中山左部村先后荣获广东省古村落、珠三角最美乡村等荣誉称号，亦都是广东省乡村振兴建设的精品试点村之一。这条昔日偏远的古村落，现在就焕发出越来越浓烈的时尚气息，吸引更多游客。村民的自豪、游客的喜爱，更加加快了这一道乡村振兴的步伐。下一步咧，我哋計劃咧就利用本村嘅旅遊嘅資源同地域嘅文化兩景區，開發多個項目，同提高村民同集體嘅收益。广济桥是潮州的城市地标，每日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其实除了游客之外，最近有一班小可爱经常在广济桥这里打卡游玩，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看。碧水长流、古桥卧波、十八艘梭船附近，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面，可以见到鱼仔成群喺度嬉戏畅游水中，其中大多数都系赤眼钻，为古朴嘅广济桥增加咗唔少嘅活力，亦都引嚟游客驻足观赏。我是山东青岛的，第一次到这个潮汕来，也是奔着我们这个广济桥来的。刚才一下看到这个鱼，非常惊讶，非常高兴哈。看到这个寒江啊，这个水质那么好，这里的水，包括政府治理的好，老百姓也是爱护的好，特别的美。这里的山好人好水好。山清水秀，潮州的生态环境跟自然会比较好。因为我还第一次看到，就是青色的身体跟红色的眼睛，所以说我觉得潮州的应该水质也好，空气也好，我觉得非常是宜居的一个城市。寒江潮州段是全国首批示范河湖，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地表水二类标准以上，生物资源多样。近年来随着寒江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寒江水域中的鱼种类越来越多。
每天当搜船连接好，韩江的鱼群都会聚集在广济桥搜船段的船边，为古老的广济桥增添了一份灵动的美感。那这一切也离不开近年来我市对水环境的保护。这些活泼好动的鱼儿也是韩江秀水长青、水域生态良好的见证。人在桥上走，鱼在水中游，漫步古老广济桥，一江两岸风光旖旎，俯仰之间美景如画。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引导游客文明观赏，为鱼群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建议游客在观赏鱼群时要遵守文物景区管理规定，注意安全，不要跨越栏杆到船外拍照，不要向韩江的鱼投喂食物，别污染韩江水源，保护好韩江水域生态。Vincent 啊，你有冇去过杭州呢？听人听得多了，不过好遗憾咧，就未有机会去嘅。咁不过讲到杭州咧，我第一个地方谂起就系西湖。今日咧我就真系想介绍大家嘅呢个地方就喺西湖啦。佢系西湖边上前王祠嘅一间古风咖啡馆。咁网友咧描述佢系开喺洪祥宫殿入面嘅顶流咖啡馆。事不宜迟啦，我哋去叹杯啡。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西湖边了。今天的景色，阳光是不是很好呢？景色也非常不错。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可不是在西湖，而是宫里的咖啡。哇，这里也太美了吧！红墙黑瓦，而且还有满院子的金灿灿的银杏树。银杏开的时候拍一下，然后现在阳光好的时候，就各个地方的光影也好看。我们今天拍了好多个点位，说就是这个银杏树下，然后还有这个红墙的背景啊、走廊之类的，对，都挺漂亮的。沿着前王祠的回廊，穿过一道道门墙，我们来到了月礼堂，宫里的咖啡就在这里。院子真的是很大，你看它那个什么凳子啊、桌子啊，都是这种鼓的形状，中式的风。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现在呢，已经到了这家咖啡店了。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整个布局啊，是以那个红色为基调的，还是非常的宫廷风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一些咖啡呢？然后像它的手冲的话，都是这种，玫瑰女王啊、玫瑰公主啊，都非常有那种江南烟雨的这种感觉，归于江南啊。然后像它的宫廷咖啡就特别有意思，你看，朕的美式，朕的江山，淡雪寒梅给朕拿下。哇，本宫最美，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名字点的。娘娘金安，它就是桂花拿铁，还不错，比较有特色一点。前王祠以前是杭州的小故宫嘛，有这么一个称法嘛，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结合这个小故宫，我们会有珐琅彩，会有青花瓷，会结合各种各样的中国的这种特色去做。那我这杯给朕拿下已经上来了，然后让我们来尝尝看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刚才老板跟我说，我们这一杯呢，它是一个经典拿铁的味道。整个奶泡啊非常的绵密啊，而且整个咖啡的味道也非常的醇香，非常的不错。如果你有时间来这里晒晒太阳、喝喝咖啡、吃吃甜点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现在的营业时间呢，是跟随着前王祠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半，但是下午人可能会比较多，喜欢的小伙伴要记得早上来哦。鳥瞰神州，精彩在線。今日我哋帶你去到無錫嘅梅園景區。紅楓係呢個季節嘅油畫佳作，陽光穿過焦糖色嘅枝葉，散落喺梅園古蹟區嘅楓葉上面，一片深紅分外耀眼，就好似火焰一樣啊！好啦，咁就跟隨我哋嘅鏡頭去感受呢份咁熾熱嘅冬日浪漫啦！今日嘅灣區傳媒睇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